来到幸福内心禅第两百五十六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乔安。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，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。张讲师您好，乔安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 嗯，讲、呃、师，您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，也大概跟我们讲授了一下，让我们明白了什么叫财师，什么叫法师。那您说这个法师呢，不只是说我们在呃，针对于经典。 或者是学问的分享，呃，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，对对是不是？在请讲师为我们，呃，不是说你介绍人听三教经典了、啊嗯、哦，来参加黄金禅啊，来网络上帮忙推广了啊、哦嗯哦，这些当然都叫做法师啦。<是>但日常生活其实有很多法师的地方了啊，比、嗯哦、如说，呃，你呢，坚持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会说粗话，哎、欸，这也是法师，对。 你是用什么做法师呢？就是你是用你的身教言教在做法师嘛？你示范一个优雅的哈、哦，正确的这个谈吐的方式，动不动呢就粗话一堆哈，哦嗯、对，动不动就开始很聒噪，对不对？这个长期下来呢，哎、欸，慢慢慢慢，旁边的朋友同事呢，耳濡目染啊，少起码他知道说，哦，这是一个可以学习的对象。哎、欸，这个朋友是一个高尚的对象。嗯 朋友每个人都很多嘛，<是>那朋友有很多种嘛，是。你就是心里虽然是朋友，但是你都知道说这是不入流的朋友啦，这是比较粗鲁的朋友啦，哎、欸，他这是高雅的朋友。做好身教，对不对？啊、坚持不会说出脏话，好<是>、哦，这就是法师了嘛。嗯。啊，再譬如说，呃，这个从你旁边经过的人啊，你在邻里里面，在街坊邻居走过。 当然，如果我们要对每一个陌生人微笑，这有点照做了，而且你的笑容会僵掉，对不对？对啊、但是在街坊邻居里面，已经其实是常常打过照面了。好，起码你一看就知道这是街坊邻居里面的。哎，走过的时候呢，微笑，点个头，问个好。<是>好，那他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僵化的人。你常常看到这种人嘛，他走在路上他是没有笑容的，嗯、而且简直说是愁容满面的，啊、皱着眉头的。 哦，还有一种人就是说他充满敌意哦。哎，我的邻居我也看过这种人哦。有个邻居就是说，不论你看到谁，我们开车哦，在路上碰到经过哦，嗯、你都看他臭着一个脸，跟他打招呼他也不对对。那因为我们这个山路大家开的都不快嘛，因为我们山上哈、哦，我们看到车就知道是谁了啦。<是> <laughs> 然后呢，哎，已经快要接近了，我们这车子放慢来要会车就停一下，窗户摇下来，然后呢对他笑笑的，哎，点个头问个好哈。哦 嗯、这个早安早安，是,是啊，他刚开始被问的时候，他都不知所措，他脸还是臭臭的。嗯，然后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啊，当你跟他问候，他会微笑以对，的时候，早啊早啊。嗯、对，讲师，所以您刚刚说，你跟他问候的时候，一次他脸是臭的，第二次脸是臭，第三次脸是臭，啊、到第四次，讲师你还在问候他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会不会有点卡卡的？不会，我们知道一个人哦，很难对微笑的人拒绝很久啦。 Oh, <laughs> <laughs> 然后，我们是想要救赎他了。<laughs> 为什么？嗯、他那个臭的脸哦、喔，心情一定不好。嗯、心情不好，里面的气血所走的方式呢，通通是对身体的健康有害的方式。是、欸。所以这个，说你带着微笑，其实第一个受益的是自己啦。嗯、对不对？是。好、哦，我们就是。 这个就像你拿出一束花，你要送人，别人还没闻到，你已经先闻到香味了嘛？对，是不是我为什么这样问？就是说我如果是用微笑一对，他都用一个死板的脸回复我的时候，我下一次看到他，我就会躲着他的那个眼神。但是讲是您不是人、欸，我们想改变，要改变，對 <laughs> 想改变这个。然后呢，现在很好啦。其实我对一般这个街坊邻居，常常都是车窗摇下来的啦。 所以他现在看到你，他就笑了、哎。其、哎、他都会伸出手来啊，哎。所以，假是你真的救赎他了，在我们这里不止这个人呐、啊，嗯，还有蛮多人呐、啊。是、哎。有一个年轻人，脸也是很臭。是。他有一天呢，看他车子停在路旁，人也下车了。然后呢，我跟他打招呼很多次啊，他都不理我了，因为他车子停在旁边，人又走下来，我想在山路嘛，一定需要帮忙嘛。嗯。我就赶快把车子停在旁边，我就走过去啊，是吧？ 呃、有什么需要帮忙？没关系，你跟我讲啊 <Hey. S 1>。然后他就笑了，嗯，uh. 对，他就笑了。他说谢谢，谢谢。<laughs> 他说不用，啊、我说怎么不用？啊，在山路，你在这是怎么样？他说他已经打电话跟家里的人讲了，家里的人已经开车出来了。<是>哦，<是>那我们就放心了嘛，对不对？是是。是是好，这个就是说，你可以透过你的友善，你会改变一个人他的处事的模式、嗯、是哎、欸，你把他的那种对人的。 提防仇恨呐、啊，也许家里呀、啊，他常常碰到敌对的兄弟姐妹，不一定啦，亲戚啊。所以养成他每天都要臭着脸对人，嗯，你要叫他从家里改变就更困难，对，所以从我们这种外围的人就更简单，先让他心里哎、欸、先松一下，先柔和下来，是，对不对？是，哦，那法师，对，这其实就是法师啦。哦，哎啊，那你碰到人你会跟长辈问候啊？ 这个基本的为人处事，你把它做出来啊，旁边的人也都在看，旁边的气氛就柔和了嘛。这个也叫做法师嘛也。也就是说，我跟人的应对进退，该有的和善的这个态度做好，他就是法师。这这个法哦，主要就是观念的改变嘛。嗯，观念的改变。主要就是心嘛。嗯。我们把他的心那个柔软，给他给创造出来了嘛。是是。<好>是那啊，再比如说，哎，我今天这个晚餐时间到了。 那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啊，我呢都在吃素啊、哦，我是素食主义者。是。那么带着朋友一起吃素，您不妨今天跟着我吃一顿素食看看啊。嗯、好，那当然我们就点一点素食的菜，稍微诶、欸。如果是新的素食朋友加入，我们就会刻意找稍微美味一点的，我们在猜想他可能比较不会排斥的，对不对？<laughs> 啊、如果今天只有青菜萝卜，他第一天这样吃，当然他觉得。 这很怪嘛，他的无肉不欢嘛，对不对？<是>哦、那哎，这一餐吃的还不错。那么下一餐也许我们再邀请他，大家一起跟我们吃一个纯素的，不杀生的饮食、嗯、啊。告诉他，我们今天已经放生了一条鱼，是，还有一只鸡，是。他、嗯、说哪里有啊？<是>没有啊。说因为我们如果今天不吃素，<laughs> 我们今天餐桌上肯定有一条鱼嘛。嗯。少嘛，有一只鸡在一块牛排嘛。是是是。是是 <laughs> 对不对？对你看我们是不是放生了？嗯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说你把这种观念呐、啊，你透过日常生活教导给他。好，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很多选举的时候，政客就有各种的证件嘛，哇，<对>大家就在那边辩论啊、哦，那你支持这一党就会说这党好，反正支持那党就会说那党好。这个百姓现在有一个这种情况，这个情况就是说哈、哦，我不管你说的对不对，反正跟我同党的哈、哦，我就说你对。 对，<laughs> <laughs> 你只要不跟我同党的哦，<laughs> 你再对我就说你不对。嗯 <laughs>，那这种观念的错误，其实是我们应该要一有机会，一有机会就应该要说明嘛，是对不对？是、哦，我以前就碰到过这样一个人呐、啊，他是一个虔诚的一个宗教家啦，那肯定是个好人嘛。嗯，那他支持的政客呢，贪污被抓了啊、哦，这个很出名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。 他就说，嗯，那他这样也不算太贪污啦。以前的政党还贪污还更多，我们这样也只是刚刚好而已啦。好，哎、嗯，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工作嘛，我就说你这是哪门修行人、啊、修行人讲大是大非嘛，嗯、你本来就是因为别的党就是贪污，所以我们在支持你这个人清廉。你说你很清廉嘛，所以我们支持你，你上去了。结果他号称清廉，上去更贪污，贪污一块钱都叫贪污。是。 不可以说他贪污的比前一个贪污的少，我们就说他刚刚好而已了。嗯对不对？对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成群结党了嘛。嗯、对，像这种观念上的争执，那简直是无处不在呀、啊。<laughs> 哦，是。对，那天我的政策支持，我跟他讲说：“你算哪门修行人呢、啊？修行、嗯、人就是该拿的钱可以拿，不该拿的钱你一毛钱不要拿；该争的可以争，你不该争的你就不要去争。好、哦，这个才是一种正确的观念嘛。”是。 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，哎，这个同事大家在做事，哎，你的同事呢领了钱不干事，想偷懒，好、哦，该、啊、办的事呢，哎，偷偷摸摸，然后呢轻描淡写就想溜过，是，那你跟他是一起办事的，对不对？你就要表达说，哎，我们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呢，我们领人丰厚的薪水，老板待我们不薄，那我们就应该好好把工作给做好，嗯，对不对？是，该休息的时候我们可以休息，哎。 这个下午有咖啡时间，你可以停下来去喝。但是该工作的事，我们好好工作。是，好、哦，你就带着他继续把该做的事情把它给做起来，把这个风骨树立起来，你把这个风格把它给做起来。嗯，这就是法师嘛。观念，嗯，有不对的观念，朋友有不对，对，把它导正了嘛，就,就是法师嘛，就法师、哦。再比如说，你到外面去用餐呐、啊，比如说我们家人今天请了一个客人呐、啊，那我们好客，我们就会点很多很多啦、哦。哈，对不对？对。 那稍微适可而止，我们就稍微说，呃，待会不够我们再点，现在先这样，因为有时候是这样，我们还没吃饭的时候觉得很饿，我们会觉得点起来的菜不够，嗯、可实际上你吃一会儿之后就觉得说其实够了，刚刚那个后面多点那两三盘<是>其实是多的啦，的嗯，对不对？那你说那多就多嘛，那我有付钱，我又没有亏待人，但是问题是这样，地球资源只有那么多嘛，资源是大家的，又不是只有你家的，资源不是只有有钱的人的嘛。 <是>你省下来资源不够的地方就可以用嘛，不是这样吗？好、啊，这种观念呢，就是你看这吃个饭不就也可以法师了吗？<濕>不是这样吗？嗯、好，那也有同学分享说，呃，他呢这个分享了一个电脑荧幕的一个软体给同事啊，这个软体很有意思啊，就是他在你工作一段时间，他可能会计时多久之后，你都是在电脑上工作。 然后它就会变颜色，它、啊、变颜色其实是通知你说要运动一下，不要一直看着荧幕了，<laughs> 对不对？那你运动一下，对身心是不是有一种舒缓的作用啊？是，它只是单纯的把这个软体分享给同事，那你就发现同事改变了整个办公室，诶，时间一到，大家在那边伸懒腰啊，有没有？<laughs> 啊，这并不会让工作效率变低呢。嗯，这个眼睛稍微、这个、对这个对工作效率也许也、啊、还有好处呢，它并没有什么坏处嘛。嗯，好、哦。 这个也算是法师嘛，是对不对？是哦，或者是说，哎、欸，你一有空，哎，把街坊邻居的小孩都叫过来，嗯、嘿，来给他们讲一个忠孝节义的故事。哦，这也是法师，这才是法师嘛。嗯，好、哦、啊，你不要讲一讲呢，又添油加醋，然后又把忠孝节义全给改了，把民族英雄全给拿掉了。好 <laughs>、哦，专讲一些乱七八糟的故事哈、哦，一点营养都没有，那就不叫做法师喽。嗯，你们说啊，我给他们叫来，然后给他们讲的很开心，开心不一定叫法师啦。 能够教中教孝，我们就说，哎、欸，这是法师。啊、嗯哦，再譬如说，你你在这个公司上班，你是老手、哦、你做事情很顺手，那你就把这个诀窍交给同事啊，这不就是法师吗？是方法嘛？是，这也是法师啊。是诸、哦、如此类，我们如果按照这样推，那各位就可以好<多>、哦、<laughs> 就知道了啦。哈、哦，<對>就是说，法师的情况是做不完的啊。对，做不完、哦。啊，总之都是为人好，给人。 这个方便让人成长，嗯，好、哦，让人的心灵更刚正、更正确，哦、是走在一条光明的一种道路上，好、哦，他的观念更好，那我们都可以叫做法师嘛，不一定是读经典。 才叫做法师啦。是是是，谢谢讲师您跟我们讲的这个法师之道哦，原来它是很多元很多面的，观念的导正啊，还有方法的分享，都是法师这块。对。包括个人自己的一个呈现出来一个态度，那个也是法师。对。对，那是不是再来再请讲师来为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无畏师？好的，这个无畏畏就是畏惧的畏嘛、哦，哈。嗯。没有畏惧，嗯、没有畏惧什么意思？一直不害怕。 这个不害怕，这个意思呢，有指自己也有指别人、啊嗯、能够让别人远离痛苦、远离恐惧，啊、哦，<是>的这种布施，都叫无畏思。嘛。是，那能够让自己更坚强，不怕苦难，哦、<laughs> 也叫做无畏思。啦。<laughs> 对自己的无畏思、啊啊，比如说啊，我们来举例嘛、啊，哈、嗯，遇到灾难发生了啊，这个汶川大地震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我们就去主动参与，去救难。嗯，啊、无畏思。 收帐篷去，我们呢<是>送饮水过去。是，好，这就叫做无畏死啊。这无畏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看，我们物资到了，它也免于恐惧；我们自己也不怕苦难，都叫做无畏死嘛。啊，比如说，像我们在终年山山路上，我们常常看到上山下山，看到路上，哎，忽然多了一块石头。这石头也许这个不大不小，啊、哦，大大小小，拳头这么大的也有啦。嗯、那拳头这么大，摩托车压到，摩托车也是会滑倒呢。对。 啊，如果有一个人用力才搬得动，那个就不小了哦。嗯、那个挡在路上的话，车子就过不去了嘛。对。那我们就停下车呢，想办法，或再等下一部车，找个人帮忙，一起把它滚滚滚，把它滚到旁边去，让车子不会忽然不小心撞上了啦。是。好、哦，这种都叫做无畏师嘛，造桥铺路啊，哪里有一个洞啊，想办法把它给填起来呀、啊。 好，那、哦、这个哪里路上有一个洞，我们就想办法立个告示牌呀、啊，<是>然后打电话给公所叫人来修理呀、啊。是，哎，要、啊、不然的话，天色昏暗，哪一个不长眼的骑士，扑通一下就进去了，对不对？是是，是这种常有的嘛。是，所以讲师是不是说，可以见义勇为的事情，其实它都是属于无畏事。对对对，那、啊、我们见义勇为也是为了让别人免于忧惧，嗯，好、哦，也叫无畏事。是、哦，好，那一定要这么流血流汗嘛。啊，比如说。 你在车道上，你看到了两根螺丝钉或者铁钉，嗯、或者在路上，好、哦，在我们中年山就常常这样啦、啊。你在走在草地上，哎、欸，看到一根钉子，嗯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赶快捡起来，你把它放到安全的地方，比如丢到垃圾桶啦、啊，或者是像中年山，我们常常路上如果捡到一个铁丝啊、钉子啊。 我就会把它塞在那个石头所叠的那个薄坎里面，把它塞在那个缝里面去呀、啊。嗯、那个是永远都不会再<是>再扎到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<是>或者给它埋到土里下去，或者是丢到这个桶或者回收，这都可以的。嗯。但是如果你在马路上，你看到两根螺丝钉，这螺丝钉这很危险的，车子一压压到那个螺丝钉的头，螺丝钉都翘起来了。是。翘起来，车子一过去就是扎进去了嘛。是。那车速低就是没气而已嘛，<對>车速高就是爆胎嘛。嗯，是。如果高速公路上。 那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在高速公路上他捡到螺丝钉。所以 <laughs> 车速快的时候的车道确实是很危险。像这种，你把它剪掉，是不是让人免于这种痛苦啊？嗯、把它排解于无形了吗？对，就,就是无畏师嘛。是啊、哦，或者你走在路上，就是看到哎、欸、有香蕉皮呀、啊，有没有？嗯、来来，赶快把它剪到旁边去，不要让人家滑倒。对，老人家一踩就滑倒了嘛。是，好、哦、像这个。 我们中岭山呢，就是路上有一户人家，他的前面呢有一棵这个莲雾树啊。啊，每次莲雾盛产的时候，莲雾掉下来啊，在他们家的门口那条路，嘎<上>、啊，整地都是莲雾。嗯，不要讲摩托车了，车子经过到那里都还要踩刹车，慢慢走过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满地都是碎碎的水果嘛，烂泥嘛，是很滑。啊，像这种情况，他就不懂得怎么样这个做无味师了、啊。 好、哦，老天爷赐给他,他天天可以积功累德机会，他都没有掌握了。他就早上一大早，他就拿个本机扫把，把那个昨天夜里掉下来的水果扫一扫，不就给这个乡里面的人极大的方便吗？是，你看一个过去他就积了一个善，得到一个方便嘛。是，一天你看这条路多少人经过啊？你看他积多少善呐、啊？对，<laughs> 那他都不懂得去把握这个状况，好、哦，或者是说你看到地上有一个洞在那里，帮他立个告示牌。 等等，好、啊，这就叫做无为师嘛，事啊、你例如说看到这个公共的预测排水口有很多的脏东西堵住了，排水不顺畅，哎，把它抓走，对不对？主动把它清掉，<是>啊，或者社区的步道有垃圾，主动把它捡起来，这都无为事是。好，你说那这样距离我的日常生活也许有一远一点，我到什么时候在路上捡到两根螺丝钉的？<laughs> <laughs> 好。 譬如说，你的朋友现在在伤心，那么你适时给予宽慰，让他释怀，这就是无畏师呢。譬如说，你的朋友现在没有信心、自卑，经过你一番跟他开导之后呢，哎，重拾信心，不再自卑，是不是无畏师？讲师，为什么这个是无畏师，不是法师呢？也可以这么说，哎、嗯欸，有些师是在。 跨界的哦，这样讲是没有错的。是是是。那有些无畏施其实可以归类在方便施啦，比如说地上果皮捡起来，那个方便算方便嘛？但是如果我的出发心是在说避免让它滑倒，这是主题的话，是就那这是在无畏施是跟家长，不过重点不在于我们把它归类在哪一类。我们现在归类是为了讲解方便，让各位知道，你处处可以都可以行善，嗯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我们再举个例，比如说有个独居长者，很少人跟他聊天。 嗯，那你就偶尔打个电话关心他独居的情况啊，陪他聊聊天啊，回忆一下以前的事啊，是对不对？是哦，告诉他一下生活啊，可以做些什么事啊，是然后接到你的电话他就开心，他的期盼跟你有互动，嗯，对不对？心里是不是多几分温暖呐、啊？是，然后或者再更进一步，我们可以怎么样诱导他，跟身旁的那些独居的人连接起来嘛，不就不会孤独了吗？ 你也孤独，我也孤独，凑在一块不就不孤独了吗？<laughs> <laughs> 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就这种情况，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点点努力，就是免掉他的忧患、哀伤啊，嗯、孤独啊。那我如果是还有空闲的时候，我到了这个独居老人的家里面去帮他整理他家里的环境，去帮他家里弄环境，这样子，这是属于方便事，还是说？主要是这样啦、啊，去的话就是陪陪他啦，好、嗯哦，主要是这个啦，是、哦、啊。 除非是他行动不方便，不然他家里的事，我,我不赞成说他行动很方便，我们去帮他做家事，嗯、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啊、嗯，我不觉得这个是有什么好了。好,好是的，好呃，我们多讲一些日常生活的。再比如说啊，一个妈妈刚怀孕，肚子越来越大，哎呀，担心怎么样养这个小孩，担心这担心那，担心小孩出生的时候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哎、嗯欸、啊，这种没事就找担心的人很多嘛。哎 <laughs> <laughs>、欸，你就找到了几篇。 名牌的医生讲什么？怎么照顾宝宝的健康？什么什么的？哎，寄给他，他一看，哦，宽心了，安心<对>宽心了，宽心了、嗯啊，诸如此类。是，看到会议室里的椅子坏了，我们来顺便把它修一修，啊、不然的话呢，哦、啊，下一个坐上去的说不定瘫下来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好、哦。 像这种都叫做无味师，畏師对。那如果要照这样推演的话，嗯、那实在是说不完的啦。对对对，呃，讲师您跟我们讲的重要的观念呢，就是让我们知道有哪些事情。 是可以行善，而且这个善是要施油尽使哦。从我们身边的呃人事物，慢慢的去看，不管是对别人、对自己，只要对我们的身心性命是有长养、有帮助的，那我们都可以去做，在善本上可以写上一笔。蒋是你讲这个是我们的。 存粮哎、欸，<laughs> 对，这个这个就是你的资本呢、喔。这是我们的资本、欸。你的存折，我们的存折對對對，这很重要啊。嗯。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，下一次我们无为师还没讲完，然后呢<對>还有一个方便师，对不对？<是>我们把它讲完，用意是要让各位了解说，我们可以做的善真的很多、啊。对，真的很多。谢谢的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喽，拜拜。